我们绝不会打中国，但很希望他不要打台湾。我们之前啊，看到共军不断的来台啊，事实上啊，大家感得人心惶惶。好，所以如果是这是一个契机啊，我们也希望说院长能掌握这样的一个气氛的哈，多多释出善意，希望两边啊，哦，台海两岸是永久和平的。委员讲这个很有道理，我们看到中国确实军力大大成长，可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民因为没有电力，非常在寒冷中还去挖路边的木块来起火。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地方啊，因为受到极端性气候冲击，人民也受灾受难。我相信中国政府现在应该很有能力，可以大大照顾人民。好，我们希望说这是一个契机啊，哈。那如果大陆那边释出善意哈，他直接要跟院长您这边来对接，那院长的态度是开放的呢，还是会跟以前一样尽量闪避？我们从不闪避，我们非常清楚表示对中国的善意，我们绝不会打中国，但很希望他不要打台湾。最重要是展现决心，最后动算，剩下一根扫帚都要跟他拼。台湾绝不会穷兵黩武，台湾不会去打中国，希望中国不要来打台湾。好。